主料：火腿肠250克，红萝卜100克，青椒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、生抽、蒜姜、胡椒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肉肠切片，辣椒切丝，红萝卜切小片，蒜姜切碎待用。锅烧热气，倒入食物油，放入蒜姜，加入红萝卜翻炒，加入辣椒、精盐少许，料酒、生抽，加入肉肠翻炒，加入生抽、胡椒。烹饪技巧：火腿肠自身有盐味，制作的时候要少放，用生抽调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